看看新闻网。作为天王的女人，昆凌总称职扮演贴心不多话的角色，每次面对记者问题都装傻来蒙混过关。不过最近昆凌做客康熙来了，面对小 S 的犀利追问，昆凌可是招架不住了。被问及两人初次接吻的感觉，昆凌先是装傻，再笑称不记得了，而结婚的细节据说连小 S 都没探出点口风。不过准新娘在周杰伦口中的昵称倒是曝光了，那就是小笨蛋。